昨天好像是玩到那个青鸟嘛，地上好像有个印子，对啊，那好像是一个什么的印，那好像是好像不是什么东西的影子的样子，是什么？好像是一个什么东西上吊的样子。如果这个是梁柱的话，如果这个是柱子的话，这个就像一条线，然后吊死了一个像兔子的东西。总共要转九次，第一次是往右，其中往左转总共有三次啊。对了，好像是午夜开放，先去开午夜开放吧。这里吧，午夜是指十二点吗？转到午夜了，够！我每次走进来的时候都被那个石像堵到，我都以为说怎么不能走路，是触发时间。看起来不像午夜啊。外面还亮亮。嗨，你好。开放时间午夜。Nemo 4813，呀 ，Hello，Hello。连续往右的次数每次都会变少一次。桌上有一个插槽，现在该怎么办呢？伊丽莎白。右手，右手是指什么呢？
SHIGATSU 晚安。然后刚才昨天在这边钓了一把叫做洞的钥匙。啊，还没有往上面走过，走走看好了。3.5 -1 -1，我先看一下，三五有四朵花，负一。是要看这里长的花是不是？那长着四朵花的这种花有几个呢？一个。种下一个希望的种子。
散播希望，分享爱。水门，有只鸟哎、欸！亲爱的日记，今天我整理了房间，没有太多摆设，但采光非常理想，窗帘是我最喜欢的红色。现在我了解人们写日记的原因，是因为记录或保存自己的生活。我可以抱着这本书交谈的心情下笔，而不是在履行一种疗程。现在一切都很令人安心，特别是他注视我的眼睛，很少人愿意这么做。希望这一秒持续到永远。哎呦，他是从上面这样挂下来。你又把我的猫吓走了，你在干嘛？他说着前后晃来晃去，袖子不断扫到地板，却好像不在意。刚刚这里有个大哥哥，我在找他，你有看见吗？伊丽莎白问。嗯，谁头痛的那个？我才不知道呢。你找他做什么？应该要把他赶出去才对吧？他把门弄坏了才闯进来，吵得要命，到处搞破坏，应该是不要接近他比较好哦。是这样吗？可是我有点事情想问他。什么？他才不会理你呢，这里没有人会跟你说话，除了我以外，所以有什么问题就问我吧，我会认真回答的。应该也不会。哪有，只是你没有问过我而已。这么说来的确没有。好吧，嗯，哈哈，三个都可以，这每个都能问到吗？啊，问那个猪小弟好了。啊，不要问猪小弟，你在干嘛？啊，我吗？嗯，他弯起脖子来看一看，现在好像现在才发现自己在树上，然后耸起肩膀。这个嘛，我想了一下，我有从下面、旁边跟后面出来过，但是还没有从上面出过了。那这个思考模式其实还蛮好玩的。嗯，这么一说，好像真的没有，对吧？所以我就试着上来了。这样啊，能不能问了别啊？魔鬼就只说到这里，留下一片沉长的沉默，然后又好像做了一好事一样自豪的笑着。嗯，一开始就不觉得会有用。伊丽莎白这么反省着，很干脆的掉了头。诶，你要走了吗？他拉了尾音呼喊着，却好像没有打算要下来。你可以休息一下，睡个午觉也好。背后隐约传来这样子的句子，但他没有打算要停留任何一秒钟的意思。你又把我的猫吓跑了。插槽啊啊！
草，哎。哦，原来是这个意思。总共转九次，第一次是往右。其中左转总共有三次，连续往右的次数每次都会少一次。直到最后一次之前，每次往左前都要连续往右。转九次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，不对，啊，还要转啊，错了，应该是这样才对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。Yes， 其实还蛮简单的嘛。手掌打开了，掌心里面放着一个看起像翅膀的东西，得到鸟翅膀。翅膀可以装备起来。翅膀拿去给那只好像不知道在干嘛的鸟鸟。哎、欸，鸟鸟，这是你的翅膀吗？三楼粉色地毯，还有三楼啊！可是我讨厌蓝色，我就是没有办法用右手。不是要故意要惹大家生气？为什么不向大家介绍我？为什么不让我出门？好问题。调查一下。开放时间午夜，午夜不是十二点吗？几点是午夜？十点？应该是午夜了吧？到了一个准备
就寝的时间了啊。睡觉最爽了。看起来还是一点都不晚上啊。嗯，几点才算午夜啊？向大家介绍我，很难跟你解释哎。一直在下雨，好烦哦。那有个洞。好想开哦，哼！可是我不知道几点才是午夜。靠！你能咬，臭老鼠！哪里还可以拿到火柴？前面那一只好像不太妙啊、哦！那一只，可以用手在身上写字。就叫巨魔像啊！哦，你十二点，刚刚调过十二点，十二点不让我动啊。我回去看一下那个，看一下图书馆里面那个什么犹太人的书好了。奥德赛，什么鬼？嗯，魔像，
第一个小时收集尘土，第二个小时塑造亚当，第三个小时形成亚当成为形体未明的肢块。的确是有一本书是在讲巨魔像的，我一定要去看一下那本，应该会有记录。论贤者之死，啊，哎，出一根火柴。亮一点，这样比较爽，也避免有人冲过来灌。那巨石像在那边啦、啊，刚刚它冲，突然冲起来，在那发什么？滚！嗯，对，我来这里干嘛？这里应该是。不会有书的。哎，我猫咪回来了耶！呜呼！超级喵咪。啊啊！高冷。只要能够操作这只股力量，人也能跟神一样创造出动物和人类。阿西，我操纵不了字母，所以我没有办法控制那个巨魔像。那巨像一定有什么可以操作它？方法呢？操作那个巨魔像啊，让他替我们去给动，给他摔一下。哎，是。巨魔像，去哦！我在他身上写字。GGWP 啊，原本应该是叫做 Golem、Yes， 动啊，王八蛋！一个善人即使在黑暗的冲动中，也一定会意识到坦坦正途。坦坦正途在哪里？好 ，You have no name. Fuck. 啊 ，Are you the blue bird? 哎、hey, ，How to spell bird? B I R D R bird. 起飞喽！干飞啊！我创造人超级创造不了智 ，B I， 哎，不要，叫他亚当如何？好，我们叫亚当好了。今天起你就是亚当
Adam X. Adam. Go, Adam. Fuck you, Adam. This doesn't work. Fuck. Okay, your name is not Adam, so we'll give you a new name. Your name is Monkey. 字不够，不能叫 monkey。啊，叫money。有钱真好。Yes。啊，不行。好吧。啊，浮士德啦，浮士德好像是 for the。Fuster 干算了，没有用啊，臭巨魔像，不然现在还有哪里可以去啊？好像没什么地方可以去啊，算了，我妈妈觉得。